热，再等一等，我们就要进去了，嗨嗨。这个帽子有点松。不懂啊，找不到。我的地方。我们那边冷了。谢谢。走过这几年的幼儿教育，通过老师的教导和培育，让他们可以学习许多的知识，也学习了许多圣经的品德。我们恳求天父保护看顾这群孩子，让他们长大以后成为敬虔的人，一生荣耀你。董事、园长、老师、家长们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幼儿班的黄思雅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我们就要毕业了，要离开这快乐的幼儿园。老师和伙伴们真的有点不舍得呀，在这个窝心的校园里，我们一起玩乐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老师慈爱的手把手的教育我们，现在我们会自己练舞、写字、画画、唱歌、跳舞，培养成了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。如今我们已经长大了，要上小学了，就像小鸟一样长大了，不如我们走得多远都忘不了幼儿园的欢歌笑语，忘不了亲爱的朋友，因为天父上帝永远爱我们、保护我们。愿心理老师有你健康快乐的北京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，谢谢。
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. 末了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 Amen. Amen. 大家请坐，不要鼓掌。